出了疑似新型轰炸机的照片。诸葛晓彻军情观察第2287。近日，对于轰二十的出现，图为网上爱好者制作的国产新型轰炸机 3D 模型。诸葛晓彻军情观察第2287。从这个角度理解，中国航空部门在设计新一代轰炸机的工程中，最可能首先考虑采用 B2 那样的飞翼式气动布局。虽然很多专家和资深军迷都认为，至于超音速机型，图为西飞宣传视频中最末尾出现的神秘飞机，不少人认为就是轰二十。诸葛晓彻军情观察第2287。而一旦打开发动机加力燃烧室，飞机的耗油量就显著增大。目前中国在飞翼式飞机的气动设计、隐身涂层和飞控系统软件技术方面已经不存在技术问题，因此轰四二十将会是2025年前后出现的中国军事航空二十家族的最耀眼明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